这段影片要跟大家分享三个很普通的 iPhone 10手势操作小技巧。第一个是手机解锁，你未必要等到荧幕上方的锁头打开再滑动解锁，你可以荧幕亮起时马上滑动解锁。好，你未必要等到上面的锁头，你未必要等到上面的锁头打开再滑动解锁，你可以唤醒萤幕后马上滑动解锁，哦，这速度非常快辨识。第二个是，如果你要打开上一次使用的最后一个 APP 的话，你除了可以由下往上滑进入多功去查，你就可以看到你最后一个用的 APP，哦，你也可以进到主画面后在底部由左往右滑，你就可以直接开启你最后一个使用的 APP。 第三个小技巧是，你萤幕进入编辑模式的时候，你除了可以点右上角，因为没有 home 键的嘛，所以你除了可以点右上角的完成来结束外，你也可以由下往上滑，来完成。就是三个很普通的手势操作小技巧。